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浩文。今天我们要玩的就是《Minecraft 我的世界》。等一下，我念给你们听。你的村庄已经被怪兽侵袭。滚你怕吗？还是僵尸？你要保护你的村庄，你要一些帮助，你要向 Chicken King 求救，来拿到帮你能够完成的那个清洗吧，进去。Go on here， 哎，去吧，我们的英雄。小。走进去。没有。你的东西。买了卡扎扁的那个，我估计量这么长。这样子拿很久哎，你知道吗？拿冰块啊！拿掉那个帽子。喂，红卡，我叫你拿这个啊。对，继续读。入那个规则。你那啥规则？完成你的任务。来得到 Chicken King 的帮助，欢迎李亚文。Chicken King Test 国王的任务挂。哎呀，这样子的衣，我的腰好痛啊！看，去。呀，你的手挡着我了啦！拿到24个羽毛，以及拿到24个肌肉。手机。哎呦！就是，喂，鸡啊，要拍我的没？不是你开门啊，关门呢？这个鸡不要杀。呀。这个神棍砖。哦，这个出来了是吧？不是，我说这边出来的，那边出来的是吧？咦，又来，打死他！暴击。还有，哪里还有？没有。哇哦！蛋。
OK。我终于收集完了，很多个鸡，不要杀了都没有，还差三个肉哎，杀了，还差三个肉，杀了，去拿三个鸡肉啊，杀了，不是去外面拿，里面呢、啊？外面有鸡啊。哇呀！哦，那边有鸡。那边也有。那边去吃黄瓜，去吃啊。那这个是什么呀？安哥来的吧？安哥，我就打死他了。安哥，我就打死他了。哎，哪来一朵花？哦，不是尸体。哇，好多鸡啊！杀了一鸡就可以了，还差一鸡。姑妹。Yes。Yes， 回去呀。哎，这个二十。